那就开始 ZX vs Password Arcadia， 然后库巴和 Yoshi 可能互相认识的好久了吧。那库巴来说，还是 Yoshi 是还是比较讨厌的对手。只有 Mario 的话还好的强敌也 ，Yoshi 出现了就不行。好，蓝色 Yoshi 是应该原作上应该他可以跳很多的一个，应该是记得好像是。跳很多的游戏 OK， 还是上臂，这个上臂很难受，尤其是近距离角色来说，一旦近距离就马上上臂来，这个非常难受了。然后104的话又来了，我单神，然后上臂漂亮，哦 ，jump rock 漂亮 ，OK， 这个 jump rock 非常漂亮。上帝上帝空上空上，哦差点可把几件韩币带走，但是可以啊，应该可能一直上的话还有机会，苦逼沙弥，完毕，好，那 ZX 有机会，哦，这做神 ，OK， 不是，哦，差一点，这有意思的一个 double up， 但是可惜没成功，然后直接上替带走了，好 ，ZX 有机会就可以，上臂没成功，啊，这个有点可惜，刚才他试试了 double up， 但是。抓了之后空位来抢外，但没有成功，下地上啊对，好抓就漂亮，但是震动也坏了啊，好漂亮， ZX 比较冷静一点的落地了，然后抓，哦这次是不是后头直接，这个干嘛呢，应该是转身了，OK， 好，然后上臂还是这个上臂是，如果自己二条命，对手一条命的话，伤害力还有烦恼率特别高。哦。空下来拜拜，哦还没拜拜，但是应该拜拜，这个漂亮， OK ZX 1-0，还是科巴的压力还是很挺强，So if winter use a hot water, if yeah if summer maybe rock or water. With rocks it's good. Show your shot. That's for you. Make sure your commentary is bad. Oh. 然后。地图是小战场，角色是一样的 ，OK。那
这个接近韩币，再次韩币吗？哦，不会。黄山，嗯，还是乡下的空中将，还是游戏特别惨。但是左右的话不一样啊。OK， chance smash， 这个 chance smash 的无敌。然后 OK， 先回来，但是不能回。这个是 Bowser， 这个是库巴王，闪避。哦，下次漂亮，好，差不多平分状态。橡皮 ，Hand Smash，Oh my God，Hand Smash， 50%就是拜拜了。OK， 这个的话，其实 GX 来说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，对，因为不、哦，因为它是伤害就 OK 了。所以充满的二条命又再次拜拜。好，2-0 ZX， 恭喜。